桂园区公所伫6月28日上午，协助市立5家教养院分别进行黄疸、丙型肺炎甲疾病演练，在面对强降雨时，预防自主垂直疏散撤离，并因应另外道路积水受阻，由消防甲警察单位共同协助紧急送医救护。而且随后由卫生所甲清洁队进行防疫宣传，甲环境清消复原工作。桂园区公所区长朱亚宏表示。警察、卫生、消防啊，吼，那个咱的工作啊，个别主单位哈，大家的一个配合哦。那我们今天在里面哈，不管是那个一般的桌面上的冰淇淋，还有我们实地演练哈，大家都配合得很好，也感谢大家的配合。希望哦，我再不然来一些哈，咱可以很快的做这个。毕竟我们看这个场所下去哦，其实我们的反应空间很足够，而且就是说如果有要救援的话，去我们这个车道上来也非常的方便了哈。感谢我们院方的规划哈，让我们院生哈在这边可以很安心的在这边过生活这样子啊。代表市长哈，感谢你们，还有感谢大家的配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那谢谢我们的长官单位，就是率领的那个五甲教养院的那个员工嘛哈，还有我们其他就是消防。还有区公所、还有警察局的餐饮单元哈，今天大家真的是很辛苦的哈。但是就是从整个演练过程来讲的话哈，就是蛮顺畅的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五甲教养院的话，有吸取以前的一些就是灾害的过往的经验的。所以说，第一的话就是垂直避难哈，就是往高处的方式哈进行避难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其实有时候一场大雨在来临的时候的话，可能就突然就积淹水情了。所以说，垂直避难哈，然后预先撤离哈，是最有效果的一个方式了哈。那今天的演练的过程哈，就是我有看到，就是所有的我们教养院的员工啊，还有就是所有的就包含区公所的人员哈，都有一步一步的哈，就是按部就班啊，把他应该做的工作、应该做的台词啊，就是所有做好都好哈。那整体看来的话，这个演练的话哈，是有它的必要性，然后也有达到它的目的。那就是区长朱亚宏指出，极端气候下旱涝交替瞬间万变，因此在面对旱象时，也不可松懈防汛的准备。感谢今仔市府灾害防救办公室、社会局甲水利局莅临指导本区，甲市立5家教养院共同办理防汛演练。面对可能的灾害冲击，唯有公私协力不断准备，加演练才会当降低危害的风险，保护民众安全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